心里不满。OK 哥啊，刚刚我们这样久聊 OK 啦，应该可以的，所以讲。它的装潢其实很有特色嘞，一进来就觉得很清新啊，应该是 cafe 来的吧。我大概有听过是吃比较健康的食物，西餐的那些吗？很一般见识啊。菜，对嘛，健康食物有菜啊嘛。应该不会有下面阿萨玛沙猪肉丸粉那些吧？不会有面包，真的不会有面包啊？是不是？排我家这么多年哦，从来没有试过不懂要吃什么，然后这一间店是卖什么的。他们说我们吃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。有什么想不是想象中的？你看，就是披萨咯 ，spaghetti 咯。Anyway， 今天是他们推荐的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们白脸给他们看。它闻起来真的有点像 tomato base， 这是面吗？我其实看得出它旁边这个是那个 zucchini 的样子嘛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不是面，可是它的那个口感是很脆口的哎，然后它的这个汁啊，酸甜酸甜这样，那整体吃下去是好吃的哦。What is this？ 我肯定它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用黄瓜或者 zucchini 之类做成的。它要代替面条，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吃太多的面嘛，对身体可能有一点点负担。然后它的这个酱料呢，像我们吃 spaghetti 的那个 sauce， 我原本以为哦，它是素食店来的，等我吃了这块肉饼之后，因为它应该是鸡肉来的，也是很有特色，而咬下去不会太干，不油腻。这样，你要有放虾吧？这个，厉害。它的饼皮是比较容易碎的，它不是那种面粉的。它是用豆粉什么之类做的吧？它好像有放一点点 coconut 的调味。我觉得这个披萨，它绝对不是那个披萨的那种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然后它比较倾向于好像饼干啊，跟 cookie 之类的，它比较容易碎。可是它搭配那个黄鱼啊、鸡肉啊，然后什么都一起吃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它就很容易了，就给它咬碎了，保持这个吃法很新鲜。你看清楚，有萝卜。这不是饭哦，这个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包菜花啦。哦，它伪装成饭，还有很多的冬菇在里面，很香。好吃，这好吃哎！因为它切得很小块，所以这个包菜哈，这样子吃法真的很爽口。那再搭上有那个天然的萝卜的甜味，还有冬菇的甜味哦，所以这个是很天然的一种感觉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就是因为你可以减少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啊。来吃它的三文鱼，很厚实。它是稍微把它烹煮的比较熟一些的，很不错哎，真的会很健康。这三文鱼反而是没有了那个三文鱼的它那种比较强烈的味道，它的这个酱汁很特别，有点像那些豆瓣酱啦，又有点像，不怎样，它是带甜的，它鱼肉本身好像有点咸这样子啊，就配合它的甜味，哎，它综合起来又很容易接受哦。好了，我们吃了这么久。我们可以请老板出来了吗？老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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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好厉害啊！其实大致上你们都猜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是你们这一家店主打的应该是健康料理，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讲健康料理啊，你不信我啊？我就是不信你，我就会不相信我。我们这个主题是用配料代言的一个主题。
Paleo 的意思说 Paleo 就是远古时代，就是原始人吃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料理里面都没有这个processed food， 因为我们尽量是做到就是我们一般平时原始人吃的口味。就是你看那个食物的状态，就是听说我们熟悉的东西，可是那个内容就有点不一样。刚刚我们吃这个披萨，那个皮皮到底是什么？皮是到底是什么？刚才也是猜对了，有椰子粉，然后我们有杏仁粉。杏仁粉，还有鸡蛋。没有，不是黄豆粉啊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不能用豆类。这边也是豆 free 的。对。玛丽饼应该没有了，没有，就是杏仁粉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那个黄瓜吗？对，就给你，猜对了。所以里面根本就一条面都没有啊，没有的。像这个呢？这个是鸡肉、虾肉，还有一些鱼头。给你猜对了，叮叮叮 ，Thank you。厉害嘞！这个酱汁很特别。这酱汁是什么？这个其实是那个 teriyaki sauce， 可是我们是用那个 coconut amino 来取代，然后里面有橙汁。还有点姜，上面也有些是深海颜色的上面，所以它口感会比较实，而且油脂没那么多，所以吃起来也比较干。那这个最后一道这个是什么鸡啊？这个是Philly chicken， 我们叫做煮地鸡嘛。就是里面类似干蹦鸡嘛。对。可是我们对它的那个食料也是有讲究，因为不能吃谷类，所以在玉米没有能吃，那就吃马草啊。OK， 所以你们不只是这边没有豆，里面连鸡吃的东西都不能有豆。对，一般外面我们都担心的鸡肉有激素啊，这种，是吧？这种鸡肉就比较对，吃到激素太多会变那个样子，所以有时候会胆小。我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嘅真正嘅身份系 Wonder Woman。好了，好了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，谢谢。安德文吃鸡，哇，啖啖肉啊！哇，这个鸡真的是有运动，之前很结实。真的很贵。这些鸡哦，感觉上是很健康，好像没有多余的脂肪这样子的。它没有放很多的调味，真的。可是还可以吃得到那个鸡的它本身的那个甜味啦。它吃起来就是淡淡的香草味，然后不会太多油分。他们的第一站没有让我们失望啊！真的，厉害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紧啊！平常可以吃吗？吃一下不一样的东西，人数呢才会多很多惊喜。